杨文广为兵马大元帅讨伐西夏，这派10000人马抵挡10万敌兵，这不是圣旨，是送死令！杀！开门！我有一个愿望。 如果我不能与你长相厮守的话，我一定要和你战死沙场。走吧！娘，孩儿冲动冒进，擅闯敌阵，让娘迫不得已多帅一掷。朕见多帅可是杀头死罪呀！ 就算是没有圣旨，我们杨家也会全力以赴。这是作为一个将士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何况，圣命大于天，军令如山。